心态一直绷成一根筋。这个人，我和我妈两个人一直在发抖，都不敢说。看到他在赛场上为国争光，为他感到非常的自豪，也非常的骄傲。祝贺他，再个希望他在今后的，不管是生活中啊，工作中啊，发现他自己的永不服输的精神。我说我宝贝是最厉害的，是最棒的。等他回来的，他想吃什么我就帮他做。祝贺你是最棒的。